我担心他对我催泪，但他没有。作家毕飞与谭咏卿与朗读者。我担心他对我催泪，但他没有。作家毕飞与谭咏卿与朗读者。毕飞与东方译图。作家毕飞宇是2017年《朗读者》第一季的嘉宾，在那次节目中，他敞开自己，跟董卿聊起了漂泊。你究竟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童年和少年时代，让你对家的概念是漂泊这样两个字？董卿开门见山。第一个，我没有根。第二个就是我父母的工作移动性比较大。我的父亲是一个身世很不明朗的一个人，他不知道他的父亲是谁，即使后来有一个所谓的养父，在他很年轻的时候也去世了。所以我们家没有根。毕飞宇这样回答。董卿接着说，对于中国人来讲，可能有根的地方就是有一个在清明节可以磕头的地方。董卿的话打开了毕飞宇的记忆。你知道在我的童年时代，觉得最神秘的和最羡慕的事情是什么呢？是看我的小伙伴上坟。为什么到了那个特定的日子，下雨或不下雨，许多家庭排成小的队伍，在父亲的带领之下，一个人代表一个家族，对着泥土说话的时候。毕飞宇记得，那次对谈中有好几次，他都处在想哭的情绪边缘。如果那天，董卿再往前推一点点，我很可能会大哭。当然，如果隔天新闻出现毕飞宇在《朗读者》嚎啕大哭，我很可能会多增加200个读者。但董卿没有，他极力推动我们情感的同时，还保存了非常高贵的理性。十多年前，莫言对毕飞宇说过一句话：“好的小说必定是让人欲哭无泪。”毕飞宇认为这句话同样适用于董卿和朗读者。毕飞宇是录制当天的最后一个嘉宾，当时已近半夜12点，两人录完对谈开始录毕飞宇的朗读片段时已经凌晨2点。董卿记得毕飞宇没有一句怨言，始终非常耐心的配合。录制结束后，董卿觉得歉疚，给毕飞宇发信息。后来毕飞宇回了一条信息，董卿一直保存着，并在很多场合多次引用。我去过欧洲很多国家，那里的人们都喜欢朗读。但是在中国，少了这样一件事情，少了属于耳朵的一顿饭，现在咱们把它补上。它消解了我的紧张。那次和董卿的对谈发生得很自然，我们坐了下来，他先说，然后我就开口了。实际上我是一个惧怕电视的人，我紧张，这可能和我的职业有关。我的工作是封闭的，而电视这东西太开放了，我觉得我不能把控，我对我不能把控的局面都会紧张。我估计董卿感受到了我的紧张，她能体谅我的紧张，然后她消解了这种心态。节目导演告诉我，我和董卿的对话是8分钟，到了结束的时候，我发现我吐噜嘴了。
一口气聊了一个多小时，这让我吓了一大跳，我有点后悔，也来不及了，就随他去吧。有好几个地方我其实有点担心，担心他把我的话接过去，然后开始对我催泪。如果那样的话，我会不知所措，恼羞成怒也有可能。董卿却没有那样。后来董卿告诉我，在对话的时候，他有一个感觉，我是一个泪点比较低的人。他说的特别对。因为我健身，许多人对我是误解的，以为我是一个硬汉，从不流泪的那种。作家都脆弱，哪里有什么硬汉？动情的时候我会流泪，嚎啕都是可能的，可我真心不愿意在公众面前那样，那会让我崩溃。我很感谢董卿，感谢他的感受力，他没有把他的嘉宾推向窘境。董卿是安全的，他不会为了节目牺牲和他对话的人，这是我最满意的地方。做一次农民吧，只管播。朗读者的价值在哪里呢？我觉得李静泽概括得特别好。他说，朗读者揭示的是众多访谈者广阔而又隐秘的内心，他让你关注具体的人，然后从具体的人出发，引出朗读，引出一本书，最终达到引领阅读的目的。举个例子吧，我看了朗读者第一季许渊冲的那一集，那可以说是访谈类节目的经典。看完了董卿对许先生的访谈，我对许先生产生了强烈的好奇，第二天就把许先生翻译的《包法利夫人》买了回来。我是中文系出身的作家，学生时代就读过《包法利夫人》，是李一本。因为朗读者的刺激，我把许一本又读了一遍，这就是朗读者对阅读的贡献。在过去的几十年里，除了写作，我一直在做的公益就是推广阅读。我为什么要做这个？因为我是写作的人，哪怕是为了我自己，我也要做这样的事。我认为朗读者最大的受益者就是写作的人，具体到个人，我觉得就是我自己。因为是央视的节目，朗读者对阅读的推动可谓盛况空前。人们总在问，朗读者这类知识类节目的大火，有多少会转化为对知识本身的渴求？我想说，我是乡下长大的，乡下人对一件事情很偏执，那就是播种。播种是一种不确定的行为，它的收成最终取决于日照和风雨，所谓看天吃饭就是这个道理。说白了，播种不是农民的行为，而是农民的智慧。阅读也是这样的，你必须播种，最后的收成你反而管不着。一个农民能因为年头不好就不播种吗？不能。我是一个作家，我之所以能保持好我的状态，不是知识分子的智慧在帮助我，而是农民的智慧在发生作用。我就是播种，也就是写，不管别的。如果我要对朗读者和董卿有什么寄语，就一句话，做一次农民吧，只管播，去他妈的收获。收获就在大地上，你慌什么慌？话又说回来了，
虽能预知收获。姚明激发了我们对海明威的阅读热情。朗读者第二季，我和许多媒体朋友一样，只提前看了董卿对姚明和薛其坤的访谈。我想说，我更加喜爱姚明了，他真是一个伟大的竞技者和体育人，他的境界到了。在访谈的时候，姚明谈到了2008年奥运会运动员的选拔，因为名额的限制，一部分队员被淘汰了，他们发出了刺耳的嚎哭。说到这里，姚明问了董卿一个问题，他说，能说他们是失败者吗？他说得很平静，却结结实实地打动我，这才是巨人应有的腔调。到了这个环节，我反而不关心姚明，我关心姚明会朗读什么。谢天谢地，姚明选择了海明威，这是有逻辑的。海明威是一个高贵的写作者，他的许多作品都在说同样的是，人类可以被击倒，但不会被击败，这是垮掉的一代留给这个世界的文学遗言。我觉得就姚明而言，他不是奥运冠军，不是 NBA 的冠军，因为阿克琉斯之踵，他被迫提前退役被淘汰。极端地说，姚明就是那个被击倒的人。我真正想表达的意思是，生活其实就是由我们这些被击倒的众生构成的，被击倒是生活的真相本质，它具有终极性和真理性，但人类的尊严始终在那里。姚明激发了我们对海明威的阅读热情，这才是朗读者该干的事。薛其坤教授朗读的是大学，这让我格外高兴，接气啊。去年我很想读苏轼的《前赤壁赋》，董卿硬是没答应，他说文言在电视上不合适，弄得我非常失落。薛教授选择了文言，非常好，文言实在有一种特殊的美。薛教授为什么会选择大学呢？我看很合理，人家是物理学家嘛。我们都知道的，大学里头有两个重要的概念，一个是格物，就是探求事物，一个是致知，就是获得知识。实际上，物理学这个学科的名称从日本引进来之前，我们的物理叫做格物致知，简称格致，鲁迅的时代就是这样。由薛教授来朗读格物致知，实在是般配。我相信，因为薛其坤喜欢上大学的年轻人一定会多出许多。只要结合薛教授的访谈，你会发现文言也是好理解的，说到底它也不是外语。我不会去预测朗读者第二季的收视率，那是无聊的，但是我认为朗读者第二季有了一个显著的变化，它更开阔，它的话题更具有社会性。在精神上，它是拓展的。